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楠木。最近看了一期《创造2020》，不得不说，现在00后啊，长得真的是太标致了，连我这个女生都喜欢看美女，各种才艺，又能跳又能唱，优秀。我在那里面发现了一首好听的歌，叫《喜欢你》。不能说这首歌谁唱谁都好听。这个歌是不是谁唱谁好听、然后前一阵呢，网友好多人说弹琴像放伴奏，所以我今天要证实一下，现场的弹唱给你们听，不要走开哟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当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承诺言语。